破产的第五天，与老板娘一起吃面，我竟然……嘿，你好，吃点什么？是你呀、啊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怎么样，剪了头发，好很多吗？挺好的，现在比以前精神多了。那我要吃你做的牛肉面，行吗？可以啊，那你等会儿啊。好。哇，好香！我吃了啊。嗯。正好我也没吃呢，咱们一起吃吧。你不是主食吗？啊，夏天到了，不能吃。行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想着先找一份房子，然后再找一个安稳工作。这不挺好的吗？现在。啊。慢点，快点。你咋了？笑啥？你刚刚好像喝的是我喝的水。啊，我朋友。没关系，吃吧。啊，行，我这。刚刚不好意思啊，这两天面前一共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20。怎么这么便宜啊？不是说好的吗？5块钱一碗。好，行。给。你怎么给我转这么多钱啊？哦，对，我多加了个0，要不然。我这样，我加你个微信，你再转给我呗。那不行，这样吧，你多来吃几次，我给你记上。行，那以后只吃你们家面行吗？你这话说的，我做面不好吃。没，好吃。你没看我这个碗连汤都喝干净了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等一下退给你啊。啊，不要，我先走了，正好我还有事。哎，等会儿。怎么了？水给你。这。